讲真咧，李大哥你嘛足久无伫咱即个舞台顶吼，甲所朋友见面吼，对啊，今仔徛伫遮应该非常欢乐，大咖真正是人山人海咧。有几多南部的人吼？咱南部好讲做情，做人情味。真正真正。为了我今仔过来，哎，我今仔拢想到想咱市长咧。哎呦，啊，搁想咱管理委。哎，管理委，啊，当然嘛想咱市长对吧？市长，对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再度掌声谢谢市长？感谢。市长有一块歌曲吼，你会邀请到你今作为来欣赏，因为来这位吼，对素萍来讲非常重要，伊是大家好朋友。这条歌特别要为大家安排，因为因两个太久无同台，今天是为了林廷大哥，为了陈处长，为了我们高雄市市民，这块歌曲会当讲是当时是陈明章老师说下说这种。特别安排上哦，这个李炳辉大哥来演唱，因为了阮写啦，是，哎呀，要做感谢陈明章老师的用心。对啊，啊，陈明章老师讲来讲来，这么人伫台顶，咱先甲陈明章老师拍一下抱啊嘞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今次咱现场的说明问一下好嘞。哎呀，今天，今天我当初写是为着这个碧如的广告啦，啊，这个歌曲相信哦，这个市长嘛应该要唱。哎呦，市长做好唱啊！哎呦，啊，我咱管碧如议员嘛，委员呐，管碧如议员嘛做好唱。是是是，哎呀，咱就先来这个歌曲好不好？好，市长来听一下。